钱虽然买不到时间，但没钱就会多花时间。嫌飞机票贵，就只好坐慢很多的火车；不想充会员，就跳不过的广告；想要的东西得等到打折才舍得买。人就是奇怪，先挤时间赚钱，再花钱省时间。所以成功不在于有多少钱，而在于你在每件事上少浪费了多少时间。